情涛，心里高，只有搞这样开播，规家伙要笑，尤其是你三爸，你敢知影？伊这种强势，强势，安怎拍都无代志呢？听你先讲，我着愈惊，我们计较强势倒去，还三去八下再抓我嘞。我今仔日才会连抓，揣在客栈边的，万不离周通。搁告在恁兜，恐惊代志就麻烦咯。被调车都无问题啊吗？应该吧。吼、哦，我要嫁你的人，恁来遮尔无？是要让困嘛啦？安尼大声细声伫咧客栈，倒来甲恁一间的人是毋是啊？嘛较拜托的，车安尼过来惊。哎呀，歹你当搞啥人哩啦？真是。哎呦！等下，连袂上。这位先生，别生气，我是姑娘。小姐，这道歉，方才你举止行动，足像查甫人。我的个性天生的比较较像查甫人。你安尼，我无惊着。你刚才打我骂，我嘛惊着啊。我意思是讲，这客栈就是要让休息的所在。你嘛是要让休息，我较大声、细声，人是要怎困？我无委屈，当然嘛困袂去。对啦，你讲你无有委屈。对啊，你敢知影？你本地小霸王小通。不应该调用这样来的，又果是伊小霸王小通，对，不如如此，这件代志交在我的身上，你有法度吗？只是讲，人讲一句话，无亲做袂落心。什么意思？我知，叫客户，客户啊，掉去，真正是真乱来。我想讲，伊平常时伫江湖走跳。比较较正变，我做啦。无啦，我唔捌啦，这我唔捌啦。哦，我拄出来尔咧。歹势啦。拄出社会尔，歹势。哥，有啥物要来去问啦？不然会走。哎呀，等你啦。你有啥物要求？你讲。另一座小妹啊。对。并且是小妹。并且可是恰恰，只是讲这件代志需要你来同我斗三工。我要安怎做？你无从我倒当去恁家，要哪有法度帮忙你破解难题？上回算家中，看嘛秋冬敢有来乱？行行，等我等去。贝虎，贝虎，阿弟啊！我阿弟啊，敢若无用啊？老百姓害咯！阿弟啊，贝虎老将百姓，伊讲秋冬又过来扰乱咯。伊连我阿弟了去啊！唔是。恁阿爹讲，伊要去隔壁村的官府，搁有看卖我都告伊无？你看，即款代志愈来愈严重啊！无安尼先，三工，今天就是第三工。今仔日就到啊！那安尼先，你先眯起来，我就会将所在移避，后天的代志由我处理就可以。你要开始计算，我无可能开始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哪里？你感觉有法度吗？有啦。你讲话都恶心咩？我相信伊，敢有伊有法度对付秋通？要不安尼先，咱内中准备，等下阿爹来回来，咱马上万分拜堂。好，行，来去。